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儿，他说了，他是唱的比说的好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我想告诉姑娘一句话，你的美丽笑容像彩霞，我的心中只有你，为你不停的牵挂，爱上了你，请你嫁给我吧。好姑娘真漂亮，花儿都为你开放，为了你把歌唱，唱出心中的梦想。大家好，我叫蓝明，来自吉林省吉林市，今年26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老实小伙不会说，不行给你唱首歌。我看你可紧张了。有点紧张。有点紧张啊？嗯、走路好像都量，好像量尺寸似的。放松。放松啊！来，大圆圆，小伙送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。哎呀，快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就两句啊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放弃，良心有木有，你的良心够叼走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，啥人说了，小伙回忆一首，你再回忆一首。对，一万个舍不得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只是我们不适合，只能做一个朋友吧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拜拜。哎呀，以后灭灯都这样就好了啊，像对山歌似的，嗷嗷喊着唱，多好是吧？啊，行，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，选意中人。好，来看一下蓝明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我叫蓝明，今年26岁，之前修过车，当过饭店服务员。现在干电焊，这是我干电焊的第6个年头，现在月收入4500。现在我靠自己的努力，在吉林市内买了一套70多平的房子，还有一辆代步的车，现在就差了个对象。我嘴笨不会说，但是我会唱。离开父母和朋友，眼含热泪挥挥手，风吹雨打不呀不停留，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，念我再次死罪，再次为你去伤悲，爱过的往事已经很久，心却收不回。从小村里人都说我唱歌有天赋，我觉得我自己喜欢我就唱。我头一个对象很欣赏我唱歌，我俩第一次见面我就用歌声打动了他。但是因为我只会唱不会说，脾气还倔，就因为说了一句气话就分了。跟我前女友分手以后呢，我心里也挺难过的，但是我绝不后悔，因为我脾气比较倔，咬牙也要挺。好，来看一下啊，8号茉莉。你好，小伙儿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啊，唱的比说的好听。是哦。是啊，好尴尬。我想 freestyle 一下吧，既然大家都是唱歌的，行吧？好的。Alright， 放个 B 呗，导演。哎哎哎哎 ，one two 啊，哎。对面的男孩看过来，这里姑娘唱所爱，全程热恋等你来，等着16位姑娘等你去表白，让你知道梦里是个酷女孩，来到这里也在等着我的 bad boy， 呀呀呀 ，you listen， 你是否听得懂我在说着什么话？让你看见什么？今天我有多么火辣？让你看着我的样子，我一直在爬上那些黑粉，让你们趴下。哎怎么感觉就像网络上一些喊麦的那种
形式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就不乐意听了。我这叫说唱，跟喊麦不一样。我觉得就是喊麦跟说唱，他俩就是几乎都是差不多。谁好，黛玉？他说他和前女友分手是因为一句话。你说你唱的比说的好听，你这句话怎么说的？你唱出来。这个好像是因为啥一句话吧？因为他的家人不同意，我们就分手了。我就说了一句气话。你就说了一句气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首歌应该怎么唱。怎么？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唱歌的。那你看啊，场上的气氛根本就不像在说一件伤感的事。是是，那边说啊，你唱出来，是因为他爸爸妈妈不同意，他妈妈才。你说这个气氛啊，那小伙儿现在说起来还挺伤心的呢，啊，还是有，还是很伤心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是很伤心的啊啊！小伙儿，是他妈妈吗？不同意？不是，因为他是单亲家庭，所以说是他爸爸。他的婶儿不同意我们，是他二婶不同意是吗？对，文思是因为是由他二婶照顾他。回头把那个爸那个妈妈改成二婶，我嗓子都哑了。是，就是，但是就不要说前女友的事情了啊，就都到现在还是很失落的啊。